美方的相关言论表明，美方真正关心的不是乌克兰，而是借乌克兰危机实现自己的地缘战略目标。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，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。任何人以任何借口试图插手台湾问题，都将以失败告终。中方坚决反对美台军事联系和武装台湾。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，停止干涉中国内政。中方将采取措施，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和领土完整。